成为让大家回到我们的时间，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走开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大家期待着，我们就已经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了。刚刚的半个小时，还是听起来真的太多了。这个其实刚才我在玩手机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在那个在观察，我觉得我真的会很激烈，就像你说的那个剧一样。春相识，夏是故人归。那今天刚刚在那个活动的现场，很多粉丝朋友看到大家这个热烈的激动，毕竟也是难才一段时间没有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半夜因为没有看那个弹幕，刚才我打开直播，弹幕上全部刷的是好久不见，然后加无数的感叹号。所以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，会当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感觉是一种很丰富的跟大家见面，这里弹幕的感受，因为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跟粉丝朋友们可以在这里见面，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份热情，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有这样的机会。是的，而且呢，今天呢，我也是在现场看到了非常多的女生，就是我正常就是说，大家都是在排队，因为参加国货市场这些活动也特别有意义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就加了一下那个社交媒体群，很多人就是拍照，然后上传说热搜来了，我在等你，我在路上啊，我还在拍摄啊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，也是有非常多青春洋溢的女孩子来参加，我也觉得女孩子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生物啊，因为在这场青春的庆典里面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、青春的意义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当我没有看到在那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面，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那个青春的自己，还有就刚才有那个节目上面放的是你们那个表示的是什么？是的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剧里啊，我觉得有几个词是可以呈现出来的，比如说很多女孩子，我们要自信，我们要大方啊，我们要勇敢。当然，也有人说我要做一个有趣的灵魂。所以我想今天有很多有关于青春的这个有趣的事情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当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整场的活动当中，有环节一开始的时候。你现在回忆起来，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环节呢？其实也就是今天上台，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是看我穿的宣传片嘛，看到了穿的宣传片，就是今天是第一次来的，第一次来的婚礼，也还不知道跟谁去的，所以他就是很有趣。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趣，很有趣，然后身边的家人。父母和特别父母都就是开心自然的给予他，就是那个对对对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宣传片的时候也会有点紧张，因为像我说，像我宣传片的时候，可能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就没有办法跟朋友或者说想跟家人讲。但是可能那会儿是因为我自己出现，所以就还是更没办法，但是今天也没有嘛，就是说没下车，那么也是很难讲出来。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的作息啊，实在就是这样，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工作，就是很难。那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很大的一个困境，就是比起我们很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那个，然后就是。借我一个八国世纪来了，到线上我们可以大方的去讨论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那我在听这个的时候，也会有特别多好玩的、有趣的事情。那我想，比起初中生、初中生的朋友们，也可能会脑海里就会有很多的画面。比如有的人可以想象的是，操场上白衣飘飘的少年，也可能是下雨的那个篮球场，也可能是。在教室里面考试的画面等等等等。那关于庆祝是这样一件事情呢，我们护肤百年也已经坚持了非常久了。那热巴呢，也跟着我们有八年的时间去陪伴大家。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就是为了让庆祝系的女孩子更加了解庆祝系这件事情，我们大方的去接受我们自信勇敢，希望男老师去给女孩子来上这个课，我觉得。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！那八年的时间呢，说长很长，又说短，其实
三千个日日夜夜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带有护肤宝的巴黎是怎么样的体验？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，我就是你说这个公益活动可以带领大家去认识，像很多可能我们都没有去过，比如说中国的地区，像是有很多驾驶经济区的小朋友们都进去过，然后还有护肤宝贝，还有心理这个他们的就是更加重视的是他们这个几千堂课。这个是一个你们现在是学到了真实的，不是说个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活动。刚刚就是把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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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想认识谁呢？我觉得就是那时间如果有这次这个公益活动可以带我们认识的话，应该也会让我们大家能够去更加放松的去看待这件事情。是的，没错。就是因为爱好不一样，可能有很多人，比如说像我在我的公益方式一样，就是我认识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我是喜欢
主任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是超火，大家的工作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看手机，看个电脑，就是我们做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工作人员在这个时候，他是能够慢慢的调整这个节奏的，然后在人手各个方面啊，然后回报他。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工作单位，就是女生合作和线上的直播呢，到这个有资金回收了。男女在一起始终只会更有正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特别感谢导演们来到我们活动现场，和大家一起来庆祝新春期的庆典，一起来支持支持大家，我们再次谢谢大家，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的大家再见，拜拜。